2块钱吃饭，他说可以给2块钱。你和他牵，再回头只能怀念。能演我父亲，女儿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。没有啊，天涯挡不住思念。 渴望着他的爱再相见，买两块钱吃个包子，买两块钱买包子吃。婆婆，给2块钱买包子。婆婆，能给2块钱吗？再回头只能怀念。婆婆，女儿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。给2块钱买包子。 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阿婆，能给2块钱买个包子吃吗？缘分让你我擦肩，却又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。再回头只能怀念，寂寞因你而强烈。 熬不过漫长午夜，好人一生平安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好，谢谢。阿婆，这个菜怎么卖？离开后却又感觉，这个呢？2块，这么便宜啊！别人我看到也买3块钱一斤了，只能怀念。 便宜卖是吧？那行吧，全要了，全部转钱。全部拿过来给我吧。全要了，全部要完。那边还有啊。啊，行，全部丢袋子里面啊。 再回头只能怀念。这垫子够的，阿婆不用绑了，不用绑，有称吗？婆婆，有是吧？好的，好不过漫长午夜。应该够了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几斤呢？我看够不够。阿婆，我来。多重？婆婆。哦，20斤。 21斤是吧？40块钱是不是？啊，看这里多少，婆婆，拿个袋子，3块是吧？这里有21斤，够了。够了，阿姨够了啊，下次吧，好不好？先翻40啊，12块钱。谢谢您，老板。哎。 不客气，我40是吧？啊，这里50是吧？来，婆婆，你40、50，这里50块钱是吧？没错。婆婆，今年多大了？我说你今年多大了？40岁啊，身体好健康。啊，是啊，还能种菜呢。我刚才。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网上小弟弟说，你给了钱给他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心地太好了，这么好兄弟啊！我擦肩，哦，他说给2块钱买包子吃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我在那边看到你啊，是啊，所以我也不来帮一下你老人家啊，把你的菜全部买了，啊，让你好人好报，我也很强烈，好不过，很厉害，这个孩子，这个。 对对对对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一下就验证了啊，好人好报啊！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婆婆，自己我也是买了做点好事啊，这是送给别人。哇，您更好，您更好，咱有个才艺，就是变魔术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啊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。 看一下，刚才那个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哎呀，就是刚才那个人就是我啊！我就是看。
看有没有好心，真的有没有好心啊？啊，有上年的阿姨叔叔奶奶帮一下我啊，就是说你是好心人，为什么今天要找个好心人？所以的话，好心人有好报，哈哈，是吧？啊，对，这个送给你啊，送给你老人家啊。对，好人好报啊，这200块钱买的也是送给您的啊。好先生啊，我今天这个市场都走了个遍，就是碰到奶奶你这么好心啊，所以的话好人要有好报吧，是不是啊？谢谢了啊。是的，哎，我也客气，我也客气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是吧？啊，是您。我是专帮助老人的啊，我是专帮助老人的啊，好心的老人啊，我好心你真好心，是不是啊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，所以的话啊，我也要来报答一下你，感谢你，我早点回家啊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人好报，我先走了啊，老啊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是您应该得的啊，善良的回报啊，奶奶啊，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哈哈哈。啊，不用不用，谢了啊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的善良啊，来来，再见。屏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也在向前。失去，失去我的一切。青春终会消失，我赌与这一世。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。不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夜。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废我这一世，只能怀念我拼命斗。